厉害。他弄的。好苦干，厕所是那个女记者当时是过去调查一个当地的一个负面的一个这个新闻，然后他塑封寺院在石景山上，不是把书给你，我下次给你带过来，没事没事。两队拍好，还有两队，拍了两队。
狐朋镜头就完了。您通过博物馆那么费事。有没有可以把它让开的？348那块玻璃，哎呀，买不起。30块玻璃就是一个手机，这要脆了，我操！还要身份证吗？要
白平衡有点太白了。上面有东西。哦。真要往上靠，你不想想这是什么东西做的？哎，从这你哪儿听的呢？就不知道啊，这个我们是。没有没有，不可能不可能，那肉是的，粮票前两天我们家孩子翻了翻了，我那个店的粮票我那个还9.91、9.92的，那么不容易啊。哦，85年还有粮票邮票，九几年有呢，新油6.9，大米1.38。啊，手累了。
没有带包的走中间。干嘛呢？我的运动相机啊，相机没录像吗？这都摸不出来。我也走了，指定包一块存。哎，博物馆在哪儿呢？哇哦！还需要再安检不？不用了。好，那我就不放了。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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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啊，好多人，好多多人。先照一张这个。是的。阳光三盏明媚，霓虹清晨。我操，太荒野了。哇操，这就算出去了。哇塞，这波衣服穿得好。
票就平，等于一只胳膊废了。这里也有 cosplay 吗？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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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又又，又又又又，哎，好热。缆车后边是出口，缆车后边是出口。按顺序咱得先到那。第三集这是真的。意思是在这里建立了。
4000。小溪坐电视台。充电宝。这个女孩子不错，我都给她拍了，我都给她拍了，没事，可以的。没有，这人多，但我肯定不去。我操，好热啊，好费电。若有什么 VR 体验是用没看过，索尼的。OLED 一万，问题是京东有点迷，哦，脏了。对。你们进来展，进来第一展区了吗？
个。这个屏幕很贵的，贵在了控制电路上。当年的东方红吧，不对，不是。如果是东方红，他不需要这个东西。我白俄罗斯工艺，枪，这枪的话也挺大。哇哦，这个好，搓，解锁。嗯，应该是从这头。哎，这个好，他们特别喜欢。一路从那个咱们的坐过来，看着沿河国家大禹国家上好想法，我从这边来。嗯？咦？呀哈？你呀，给我下去！
对，不应该这么拍。非要从这会儿来，拍全景容易走虚。好拍，快点来。好多人，等一下方便我想要这个球球啊，我最喜欢这个球球。好像中石油有一个。对着我，不用啊，那不是他坐着吗？
斜着站换我。可以往这边，可以站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再往这儿，再挪一个，再挪一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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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钟老师站前面这一排，钟老师站前面这一排。周旭，小斌站前面这一排。奥白，奥白，往后站，奥白站到第三排去，再往最后面。过来上。哪尼？我好像按着什么东西了。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建设的新地标，这是陆家嘴实景沙盘。我怎么去上海没看见这样的？
不对，我的手。倒了，哎呀，这个又他娘的开了。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开到浦东。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设立。
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设立，获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现代化经济的窗口。上海不是贸易试验区，将正式名称上海光明。浦东机场、中国双飞基地，包括香港岸、四川岸等，正在全面建设中。宝可梦是16号，宝可梦是11月16号发布的，它发布的时候有下载版和实体卡，你不管是买的哪个版本，只要插上卡进行更新以后都有中文可以使用。先下去再说，你快点儿。我还有一个小时。哦，那个就是说，那个更新之后就能有了是吗？那个，因为我下面还有没？他说啥来着？哦，那个就是说，那个更新之后就有了是吗？那个所有的外文游戏，只要后来支持中文的，都可以进行系统更新后支持。你只要把卡带，你不管你插不插卡，只要你把这个卡插进过游戏机以后，它就生成了存档。你有存档，你只要是一联网，它就升级。前提是你把自动升级打开。系统升级和软件升级是同步进行的。好的，靠，这脑子还玩游戏呢，我靠！好嘞嘞，讲，好烫，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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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擦，平白了耶！刚才，哇靠！biu biu biu biu， 嚯，这个图好贵啊！女孩又在待后人下，若跳转两天，两天转转转转停歇，一个三盏两杯，一个情话又在情节，但你答案我没解。哦，他用屏幕的颜色来给做补光，哇塞，不愧是苹果，聪明，相当聪明。那就是说，这个已经有那个中文版了，是吧？那个我因为我不太清楚，但是那个人家问说那个有没有中文版，然后人家说没有。很少有游戏不支持中文的，现在这是哦啥，叮咚人，北京人，嚯嚯嚯，啊好热好热，
有的是容量，我就拍。还有一个多小时，多长？一个小时吧，还有。一个小时。五点半吗？一个半小时，清场。但是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大吗？啊，无所谓，看到哪儿算哪儿，大不了过两天再来嘛，这怕什么的？是，你任性。到多长时间？怎么也得一个月吧。啥？这个展。永远都有。天天有啊，至少持续一年。无数年。哦，一直就有啊，这地方。长设展，哦，早着下个月来，我在网上看不到起始时间，只有起始时间，哦、这个啊，这有什么？钉子？不是钉子哦。这里面有80%是复制品。那是谁拿真的往那儿放啊？丢了怎么办？有真的呀。你不说有20%不到？因为那20%，人家出土的部落才给他这件真的，出土的少谁给你真？这是。这又不是北京出土，北京出土都不给北京。这是自然。都给北京国家博物馆，何况还是外地出土的。谁拿真东西往真展子放？都在真正的库里藏着呢。到目前为止，从皇宫里拿出去的那批货还在各地的封存着呢，到目前都70-80年了还没有展呢。马未都可愿意看呢，老想着今年能展出。看不清。基本上所有的博物馆都不允许你开闪光灯。不让摸，不让拍开闪光灯，你可以录。哇，好大的姐哦！啊，真行。对焦了吗？看不出来。哦，升级了。嗯，我拍了多少？嗯哼。啊，无所谓。哇哦！哈，长设展。哎，不对呀、啊，我想起来，这是40周年的展，又不是历史文化的展，以后再来也可以。是不是40周年的展在楼上？这只是这个展是常设展。这个展常设展上面也有常设展，就是除了
就是四周年放那个区域，啊、还有三层。四周年是不是只有一层？一层和二层。哦，我说，突然想起来，好像来的目的不是看下面哎，看的是四十周年，以后再来这儿。这个东西，只要是假的，我就放心了。嗯，哦，九，恰，哦，六点开车，我得快点。超，那个没事了，他那个他问清楚这些了，可能他这个日语也是有点不太过关。那个有中文版的，有中文版的，支持中文的。愁死我了，他妈小日本更狠，小日本那售罄了之后，比咱们那加价还狠。那小日本，嗯，咱们这边好卖加这300-400，他们这边加600-700，家伙，这帮小日本不要脸了。30G，录四段不到，也就是一个小时就快结束了。嗯。哎呀，我的腿，虽然说是复兴之路什么的。会改变我的行进速度。好像是国外的呀，领导蛮好。水军也可怜的走。热屎。好。这不是钱的问题，只要把你弄了。
操作呀。嗯，